立博先生，朱立博先生您好。新年好，朱立博先生，新年好。Hello， 向观众们打声。您老婆很漂亮，您这太漂亮了。您现在感觉人好一点吗？什么问题？这么多年您觉得精神好点了吗？这不现在恢复的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精神不是很好。哎，您为什么上次说精神不好啊？是你说的呀。不是我说的。是你倒出来的。因为我们情绪不好，所以情绪不稳。这是法院还是医院呢？都小心，都小心的。哦，您现在精神状态挺好的呀。您觉得无罪有信心吗？小心别撞上次那个汽车，你过去一下就摔了。谢谢谢谢。我们可以走慢点，但你们不要摔跤。哎，您今天为什么延迟来了呀？对，这拍的照。今天你撞就站定了，然后我稳定了。您上次为什么要延期啊？我不是。您这次还是全盘否认所有的裁决吗？让我先让太太，明天不要拍啊。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